彩票年过，无想要人去人透过网络落订单，上届公平。台中市布控农会进行设立普利共好商城网络平台，结合全国各地农特产品，推出伫空地的五谷加食新年年过网购节专区，并制出抽奖挂单，要趁年节做伙行销台湾的农特产品。新北国小的学生精彩的表演，让大家拍脯啊！布控农会进前伫网络推出的普利共好商场，即马推出专门的捡年货专区，要抢年货市场。尤其这样的疫情的时代呢，网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路哦，让产品呢，哦，消费者不必去商店去购买哦，就在家里面就可以收到他所需要的产品，而且这品质都经过管制保证产品的安全卫生哦，而且价格是优惠，而且各种优待哦，运送这样的一个处理产品，绝对是让消费者会物超所值。消费者一律免运费哦，然后还可以凭他的这个收据，每个账号呢可以抽奖。那最高的这个价值到8880块钱的这个农币，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电器产品可以抽奖。这届年会专区也阁有真济活动，民众买年会了后去网络写号码，就会当抽加点，也阁有8888块的红包，真济项物件拢足俗的，吸引大家来买。我们农业局辅导的这个台中市这个鱼市场，他们其实也都在我们商城里面来开店，然后这次也跟宁波小馆有合作一些连菜的供应，那我们还有像菜头粿啊，很多这个应连结这个除夕围炉什么的，这个可以来使用的这些连菜或是送礼的这些礼品。农会表示，年会专区就是有各地农会农产品甲小农的产品，也阁有年菜，让民众免出门就会当轻松甲年会送到厝。记者张金英台中采访报道。